孙远兄啊，你回来了，太是时候了。由你来主持幕僚任的工作，我踏实多了。我听你的。广州的国会非常会议已经推举孙中山先生为海陆军大元帅。孙先生已经在广州宣誓就职，成立了军政府，矛头直指段祺瑞的北京政府。段祺瑞啊，窃权盗国、解散国会，他就是践踏民主的罪人。是的，全国、四川。 安徽、陕西、湖北等地的革命党人、爱国将领、地方实力派，都纷纷自主独立，支持西南各省的护法。我看啊，这段祺瑞的好日子长不了。哎，孙远兄，为什么你这一回来，我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力气？哎，我们应该好好的吃一餐饭，为你接风啊！吃饭。 你烧还是我烧啊？子欣烧，知锦和若贤帮忙。算了吧，还是等着吃喜酒吧。喜酒？谁的喜酒啊？我和若贤的。 今天兄弟们都在，我有话对二位兄弟讲。只要有我陈家明，你们就不会白死，你们的仇我一定会报。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，以后这儿就是咱们的坟场。 咱们兄弟一场，活着的时候要在一起，死了也要埋在一起。给我陈家明留一块地方，咱们生生死死做兄弟。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，血债血偿。哎，来来来，吃点瓜子，这是我今天现场的。来来来，吃点瓜子。来了吗？没了。 水珠，水珠你好了吗？别急，酒要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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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，慢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，四远兄啊，是交杯酒啊！交杯酒。啊！
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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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已经让我给杀了，你们要是不怕死的话就进来，进来一个我杀一个，你们的下场和你们的船杆子一样。船头，我掩护，我杀出一条血路，掩护你们。陈公子，你杀了我们的船杆子，按照我们的江湖规矩，你就得做我们的新船杆子，你愿意吗？他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按照我们的江湖规矩，谁杀了船杆子，谁就是我们的新船杆子。那我要是不愿意呢？那我们就杀了你，替船杆子报了仇，然后散伙回家。那我要是答应你呢？那你就自己走出来，让我们一人砍你一刀，替船杆子报了仇，你就是我们的新船杆子。
你还坐这儿干嘛？赶快给我找儿子去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少爷的下落打听到了，他人在哪儿呢？ 少爷杀了胡匪头子，自己领着百十个胡匪在太湖上做起了胡匪头子。什么？他做了胡匪的头子？他可真敢干呐！哎，人没事就好，我们想办法劝他回来就是了。你讲的倒容易。 这胡匪说干就干，说不干就不干了。那你讲讲他怎么办？他不是要钱吗？你去跟他说，只要他肯回来，陈家多少钱多少地都给他。你以为他做胡匪就是为了钱吗？他从小是在钱罐里长大的，他最不稀罕的就是钱。哼，从小你就惯着他，宠着他，哼，一天到晚舞刀弄枪的。 我们下去吃饭吧。我不饿。呀，真漂亮！织锦的嫁妆快绣好了吧？叶红先生刚刚跟我讲，想在中秋节娶织锦过门，我得在节前赶紧绣出来。织锦有你这样一个好姐姐，真是修来的福气。 这些年来，你又是姐姐，又当娘的。娘走得早，我只剩下这一个亲人了。知画，你们的事，子欣都给我讲了，我知道。 现在你心里装满了苦水，不知该倒在哪里，只能咽进肚子里，苦着自己。可是知画，这男女的事情，苏盼，你不用安慰我。我知道，男女的事情是缘分。再说，妹妹能嫁给易红先生，我以后也就放心了。就是给娘。 也有了一个交代。苏盼，你什么时候走？易红要娶织锦，总要等他们的婚礼之后吧。我跟你一起走。你想好了吗？ 志锦啊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这衣服给你和易红先生成亲穿。那怎么行？哎，穿着总比藏在柜子里强。你们穿了，我开心的。哎，你记得吗？这还是你绣的。来，试试看。我，挺好的。 您来了，里边请。
喝点啥？我是来听琴的，听说你们茶馆有个琴娘，怎么没看见？若贤小姐不在这弹琴了，她搬走了。你知道她搬哪了吗？听老板讲，她搬到湘西路15号去了。您喝点啥？你娘晓得了，她担心的要死。我就是怕我娘担心，所以今天才不见她。你以前打胡匪，我还很高兴。这毕竟是件光彩的事儿。可你现在却自己当上了胡匪。我本打算给你成了亲，你就会收心，再也不会出去惹是生非了，也好继承家业。爹，当时那种情况，要是换作是你，你也只能这么做。好了，爹，我先走了。要是让我娘看到了，我又走不了了。等等，小心点儿，抓住了，只怕是我也救不了你。晓得了，爹。就是这里，肯定，肯定。下面先请新郎官讲几句。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，我身为一介书生来到目睹宣传革命，正是因为宣传革命，才结识了在座的朋友。还是因为宣传革命，我居然今天成为了木渎的女婿。在这里啊，我要感谢知画姑娘，她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我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啊。还记得曾经这个茶馆也布置成过这样，
虽然子欣和大志没有结成，但是今天我跟知锦啊，我你要说两句啊？啊，那就说两句嘛。哎哎，说两句，说两句，来。那我要感谢子欣姐，把你和大志哥结婚的衣服给了我们穿，谢谢子欣姐，还蛮合身的，谢谢。还有啊，哎，婚礼现在正式开始，一拜。盖头，盖头。对对对，盖头。一拜天地，二拜亲朋，夫妻对拜。下针稳一点儿，来，坐直了绣。哎，这不能要用蓝线，要用红线。再过一个月，这批绣品就绣好了。天也快凉了，以后那件长袍太旧了，我得选个料子给他做件新的。知锦，你也不要太辛苦了，你都瘦了呢。是吗？姐姐，要不你搬到我们这里住好了，我烧的菜不好吃，你也可以教教我，有好吃的我就会胖的。我要在茶馆多陪陪子欣姐呀，姐姐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我们都搬走了，子欣姐一定会很寂寞。又没有大志哥的消息。知锦，要不然我们今天就去选料子吧。天气凉了，你也该添一件棉袍了。不用那么急，过些日子也可以的。
绣坊的事情你忙，料子选好了，棉袍我来做。过段时间就好了，我做，不要你那么辛苦。等续棉花的时候，你帮帮我就好了。织锦，苏盼过几天就回上海。等棉袍做好了，我和他一起做。你要和苏盼姐去上海？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，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听苏盼讲了许多，我想出去看看。我听说上海有教画画的学堂，我也想去学一下。傻丫头，姐姐会经常回来看你的。哎，我们虽然是成家了，可是啊，还是要到外面来吃饭。我跟你讲啊，若贤在厨房里总是搞得自己手忙脚乱的。一样的，虽然我们家织锦啊能把饭煮熟，但是实在是不好吃的。你不要跟他讲，而且绣馆有好多的事情等着他做呀。哎呀，我们说要解放妇女，这妇女啊是被解放了，可是搞得我们自己没有饭吃了。阿宽啊，将来你找媳妇一定要找一个会做饭的啊。哎，阿宽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以后叫你媳妇给我们两个做饭啊。哎，我不娶媳妇，我要跟苏盼姐姐去上海，芝华姐姐也一起去，芝华姐姐会给我做饭吃。什么？芝华要去上海？真的假的？你去问她好了。阿宽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到了那面一定要听话的啊，每天要按时的吃饭，你晓得吧？芝锦啊，你不要哭嘛！芝华能做出这个决定，我都很佩服她。芝华，我很佩服你的。我们大家，祝愿你早日学成归来。姐姐，你自己要多保重。阿宽，你要听话。好了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快上船吧啊！子欣姐，你多保重，你也要保重。若贤，再见，保重，保重。船家，我们人齐了，开船吧。好的。保重。Thank you.
这幅画是姐姐最喜欢的，改天我给她寄回去。这幅画是知画走之前要我交给你的，你还是收好吧。之前本来有些话我不该讲，你帮知画绣的笔套是知画要送给易红先生的，知画也喜欢易红先生，他成全了你们。知青，你真是一个好姐姐，你成亲了，长大了，有些事情只能藏在自己的心里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懂。少爷的婚事定在了冬至，还有两个月的准备时间。我明天开个单子，该操办的你去办好了。是，老爷。爹，爹，该娶媳妇的人了，大呼小叫的像什么样子？爹，不要娶满脸长麻子的媳妇儿。你只图他家有钱，你就不怕将来他生一窝的小麻子？我早就替你打听清楚了，人家姑娘生下来好好的，那是小时候得了天花，脸上才落下麻子的。那不也是麻子吗？麻子怎么了？姑娘脸上的麻子你数得来，他们家的米你可就数不过来了。爹，你就晓得米，我还不是为你好。他们的嫁妆可少不了喽。不说别的，就你武传呐，人家是大地主，500亩地了，每年收上来的米那就跟小山一样了，以后还不都是给我们种的？媳妇儿嘛，过个两三年爹再给你娶一个没有麻子的二房不就行了吗？爹，你说的是真的啊？现在民国政府不让娶二房。什么不让娶二房？啊，你娶个二房，非要让政府晓得了？啊，爹，你说话要算数。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？倒酒，陪你喝杯酒。哎，一红。哎，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，喝你的茶好了啊。你倒是悠闲，我这里有一大批的公文要批的。老卢啊，我可不是抱怨啊，你也都看到了，我现在连喝茶的时间都没有。你可倒好，好悠闲呀！哎，我前两天在报纸上看到你发表的文章了。哎，你还有时间发表文章呢？哼！哎呀，
这可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事情都叫我们给做了。好了，别抱怨了，晚上我请你喝酒总可以了吧？不去不去，黄历上讲啊，这几天是搬家的好日子，全镇上有好多人家要搬家换门牌的，忙都要忙死了，哪有时间去喝酒？不去不去。要不这样，你请我喝酒，我告诉你一个省事的办法，怎么样？省事的办法？那你先讲讲吧。你可以啊，在镇上找几个有威望的乡绅大户，或者呢，明事理的有识之士，组成一个小议会，日常的一些民政事务交给他们去处理。你想想看，你在这儿才做了几年官，什么谁家住在哪儿，谁家有几个儿子要成亲，谁家又要买新船了等等，这些他们都要比你清楚，处理起来呢也比较得心应手，几个人在一起一商议也不有失偏颇，实在不能定夺的，你再出面处理不就是了。这样不好吧？我可是官员呀。官员怎么了？这叫民主共和，南京都可以有议会，你这木渎为什么不能有啊？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抽出一大把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了。嗯，怎么样？我这个主意值不值一顿酒？值，太值了。哎，老卢啊，今天我请你去石家饭馆吃饭，好不啦？都跟他说过了，嫁到人家家里，不好老送东西回来的。这几个孩子呀，就算家秀最孝顺了。还是家名传上好。老爷，戴县长来了。是不是来问家名的事情呢？大惊小怪的，自家先乱了阵脚。老爷，如果不方便，我让他下次再来。见客。陈老板，我今天来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您商量。戴县长请讲。我们木渎想成立一个民间议会，共同商讨日常的政务。陈老板在木渎商界是德高望重之人，所以这次推举商界代表，我想请陈老板出面。商界代表？是的。我们走访了许多木渎的商界人士，大家都表示只有陈老板出面，他们才肯加入。戴县长的意思是说，木渎各界均有代表参与其中。正是，只有出自各界，才能发各界之声啊。既然戴县长如此器重，陈模自当尽力呀。陈老板，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。啊，最近我听说一些消息，说贵公子他……
从廊下过，无心将花惹，匆匆不留痕，你的芬芳不属于我。我等到娇艳都褪了色，你是否还怀念我？你只是太寂寞，我寻遍千里也没结果，前途愈发难测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不顾天边已是秋末，都苍老了那么多。我未曾疲惫过，我记得曾经穿堂过，望眼花瓣随风飞落，随风飞。